Good morning, Jesus. 耶稣教早，兄弟姊妹，大家嘛，教早。作为上个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所以，无论什么代志，恁愿意人怎样待恁，恁也着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加先知的道理。有一个爸爸，伊伫公司内面受到头家的气，迄、那个所在敲电话转去，挡袂牢，甲伊的太太伫迄个所在大声话。伊妈妈愈想愈气。然后将这个气就出在因囝的身上，这个囝嘛，当对学校都转来，然后感觉莫名其妙嘞，无代无志气红咩？所以伊就出去外口看到一只狗啊，伊就将这个狗啊给踢落去。这个狗啊，从踢了了，赶赶赶，你迄个所在乱乱走乱叫，无偌久，这个爸爸转来，一只狗啊看到爸爸的时阵，就将伊的脚给夹落去。那你认为宇宙中间有真侪代志，就亲像安尼？那个是循环的，你管你有人怎样待恁，恁嘛就怎样待人。好带来好，歹带来歹的效果。所以咱是不是每一日应该都爱搁较好好用基督的眼光来看咱周围中间每一个人，用着耶稣和咱来听，咱来对待咱周围中间的人呢，和咱立志将做一个言行义人的人，作为撒迦阿头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是律法的终结就是听，我愿意用着听来对待我周围中间的一切，帮衬着我，无轻易受气，和我作为三个日主运会中间，会当知影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愿主陪伴我的心灵，和我甲我的亲人，和我甲我家己，和我甲你的关系，会当修补的好势。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亲爱的兄弟姊妹，愿上帝赐福你家，你的一家。